我提到他才能够心平气和，不简单，你知道是谁居然能让柯P提到就有气？ NG149柯文哲平反，卓书磊让我们茁壮。你有觉得欢乐清白吗？啊，我跟你说哦，这要讲到什么？要那像宇昌案哦，重挫整个台湾的生技产业啊。NG149这个案子，大概也把台湾的医学研究，我看打垮一半以上。台大 NG 有据我所知有400多个，可是你为了打一个，搞到大家都不敢用、不敢动。为了一个柯文哲去选台北市长啊，整个台大医学研究，我猜那个几乎就是很严重的受损啊。有时候只能安慰自己说，这是整个国家或时代在往前进当中的一个过程。这件事情罗淑蕾说台湾完蛋，你觉得？那台湾就因为罗淑蕾才得救嘛，给我们的训练嘛，给我们的打击，我们才越来越茁壮。好的，政治中心台北报道。